但以理书第六章。大力乌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，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：“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”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。愿大力乌王万岁，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。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，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，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，说：“王啊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必被扔在狮子坑中。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？”“实有这事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，是不可更改的。”“王啊，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，他竟一日3次祈祷。”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：“王啊，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”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：“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”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。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”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，
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。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旦以里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，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旦以里脱离狮子的口。如此，这旦以里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